今天是一个淘宝开箱的视频，这次开箱的是家居用品，对，然后它很大个，因为我买的是有桌子，就是然后我现在要先看一下这层东西，去拿个剪刀。就放在这边了，要一个一个拿上来的。第一个，这个是磁吸牙刷杯，它是灰色的，开一下。真香，它小个耶。很可爱，可爱。它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用。它是这里是磁吸的，这样子 ，yes。然后这里是放在后面这边，我试看。然后这里就可以放你的牙刷，然后这里下面有一个洞，就是可以给水流下来，就这样，可爱嘞，很小个。下一个。这很像这是蜡烛，蓝风铃的蜡烛。因为我妈妈她有买那个蓝风铃的蜡烛，然后我觉得很好闻，所以我就因为九马路的太贵了，所以我就买其他的牌子。这好像我也不知道它是几 gram， 就看到它很像是便宜了，我觉得。好薄的，很好，是很轻哎，有点怕小鬼。这个样子也很小个，可是很可爱。下你们看一下，看得到吗？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可以看一下里面是这样子的。OK， 很好。Next， 买什么？看一下有些，盖住了。Best of luck to you on this day and into the future。第一张卡，这个忘记我要买来放什么，我好像是拿来放，不记得，是一个这样子的袋子。这样子里面是可以装你要的东西的。Next， 它里面有点，就整个样子，就开一下这个黄色的，对，就是手机壳，是黑蓝色的手机壳，是一个silicone的灰色的手机壳。灰色嘛，还有点像紫色。这样子看，你们这样子看是灰色，可是我自己看是有点紫色加灰色，可是还是很好看的。Next， 这好像也是手机壳。可爱，它是软身的，刚刚那个灰色也是软的，它是一个雏菊吗？没有，我问它是什么花吧，就是很可爱。还有就是你们买东西的时候记得要看一下 comment， 然后再下单，除非你很有钱啊，那我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请。这个应该是一个透明的手机壳，这样子的，跟我的一样，可是我已经有了，所以这个
就可以养自己。我是有收钱的。然后到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地板垫，就是那种你从厕所出来就会有那种垫子。然后我用这的是布的，所以它地下不防滑，所以如果我一踩上去我就很容易滑倒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是防滑的，像这样，是这样子的。就洗了再用吧。然后买这个颜色是因为它会比较衬我的房间颜色。好嘞，下一个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开一下。是一个坐垫。垫，因为我的椅子它只有一个圆圆的一个小小的垫子，然后我坐下去就是很痛很不舒服，然后我坐久了我的背后会很痛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，后面有的给你绑固定的，然后它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异味。最后第二样，我不懂在哪里开，你看这样子。OK， 哦，收纳盒。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收纳盒。最后一个呀，有点难开。它是一个桌子，是一个床上的桌子。耶，这样子的，有点重，这样子的。它就是不是很大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你可以看戏的，这个看戏的时候你可以放东西在那边吃啊，然后就有一个 cup holder， 然后有一个 iPad， 放 iPad 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放电话啦。所以就这样，所以这一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我希望你们喜欢，拜拜。